主料：全筒粉700克，辅料：油、小葱、香菜、大蒜一半，清水4勺，白糖2勺，陈醋2勺，淀粉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小葱切碎，香菜切碎，蒜米切碎，汤勺放油，放炉火上烧预热，趁热浇到蒜米和小葱上面，拌一下，卷筒粉切小段，将卷筒粉放到锅里蒸8分钟。酸甜汁的制作，清水与陈醋白糖的比例为2:1:1调配好，将酸甜汁放到锅里煮开后，下少量水淀粉再煮开即可，撒上点香菜小葱碎，再淋上稍许自制的剁椒，淋上酸甜汁就可以了。烹饪技巧：简易的酸甜汁就按照二水一糖一醋的比例调配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